姜枣汤能帮助身体排毒，促进水分代谢，调和消化系统及提高免疫能力的功效。原料：带皮生姜一块，红枣六个，面粉一些，红糖一小块，可不加。原料准备：在碗中放少许面粉，加入清水搅匀，然后把整块的生姜放进去泡洗10分钟，冲洗干净，不要去皮，连皮一起切片备用。红枣也用面粉抓洗干净，剪开。煮姜枣茶，红枣和姜片一起加冷水下锅，煮开后转中火再煮10分钟以上，多煮一会儿更好。然后放入保温杯，继续闷泡，可以反复冲泡几次。饮姜枣茶的注意事项：一，一定要热着喝，不能喝凉的。做好的姜枣茶可以用保温的茶杯装着。二，最好是上午把它喝完，不要超过中午。三，初夏、仲夏喝2个月，到入伏前停止。饮姜枣茶的注意事项还有哪些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